首先，今年要庆祝的，你去
年有参加就会去看一个牙球的比赛。第九年如何用牙球得到你参加认识客家文化？你参加文化节庆方面，你同意客家人庆祝的客家节庆，让你参加活动，同意是参加田川年龙盘银运动。正常是，还有用我的彩节元元宵节，还有生发功夫、路边花、红花龟、龙盘龟等文化节，提振战力，开发文化艺术的后人运用的，生活年文化节、义民节，还有中立中南的中年艺术节、松山节、扣中创意应现实，还有桃园产业的文化堆，还有当年二零一零年我办的桃园客家文化节。第印象方面，二零第1896年开始，客家文化转盘转到上面盘，就感觉就放八十一百。那你除了有资本以外，还有先收收的一段，到今天不管二零没有保存。培训上面的一款样片，明年可以客家文化为主题。第客家的可以地方有看到一本系你嘅百工百业传书，咩系你客家？为了记录客家百工百业丰盛一块，你是在纪录片，你是播纪录片，然后客家还出传书，客家的可以地方都转去看一下。在导演以客家本色的方面，他安利这种没有讲到，安利这一关呢，新福、平镇、龙潭、中南、八德，全部都有安利客家文化本色。第一站的客家文化本色呢，安利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所在地，就是桃园市客家文化馆。今年安利的本色有新到新的亮点。第一站是安利有站客家天地总店，天地总店里边有汉语天地。天野服务，还有分享安利客家文创品，还有再来就是安利客家艺术的方面研究。在今年以下这几个地方，还有安利都是给我一个客家亲子探索馆，还有生态公园的重新改造。上回来就是安利总招生文化点题，还有人品文化批评点题。以下这个题呢，就是安利第六盘以茶文化为主题的龙盘版茶文化馆。第五前后以可以客文化为主题的用眼可以落文化体验年期，比凭着以纪念安利1892年的历史的以地方台纪念公园，还有第八个的北区是客家飞狗。再过来就还有安利在市场、凭着的市场，还有中南的市场，位于两家的空间。安利会做在新竹市场，安利会做客家小农有原创市集。在凭中南的经济市场，就是安利。以前讲的泰式中间市场可以由客家超越品牌转型。过来，安利营造客家时尚产品方面，之前安利的松木选货代理有参加松木中时尚产品研究工厂，沈航，安利是今年将完成的，让你看一下安利做的样片。大家以照片电话在门口也可以哈，就是因为上海的生意介绍做客后面，哎，有派人参加历史的文化调查，就是土窑哥三七七八本，因为整个发表就是毛杯不打电话，一种一块花，还有一些把广州古镇，就是与客家人、客家职工、客家文化艺术人对话。客家有车体用来空间，推广客家特色产业，还有还有其他客家美食料理本身，今年还有出广告主，还有美食的互动文化，还有今年的出版，还有多家客家生活的变动产业。再来，上个月就是还有客家服装竞赛，还有就是用新的方式展现还有客家的故事。发布客家以发布之中，大概都是红色的。不过，安利他做的新的红色就是讲新的客家款。今年安利，去年安利做的三种的，一种是布麻五、地瓜花、松笋子的三种花。今年又做了几个又
今年最后一场打结束，诶，你世界杯打破了可以。世界杯打破了可以，诶，你还办的是因为半夜四十多瞬间休息。他的目标也是想拿破这点的，可以吗？今年最后诶，你来请求，还有诶，你一直在许多比赛比赛。比他最目前比他比发黑最大亮点是几个？第一个是世界世界黑打个，第三黑打主一个，第三黑打面试个，第四黑打唯一个，第五黑打勇士个，还有三单三单三地冠单，地方冲绳地方天涯还有旅行地方个。以上呢，给你黑打，是不是会变大？一样是波波，太大一些。